好不好？把补在第二项还是补在第几项？就看那个条次安排要在哪。没关系，这样子好不好？这个条次的部分，等一下我们请议事处来整理，好不好？好，这个原则上我们也是修正通过，然后条次我们请各位委员，这样好不好？我们就请议事处来把整个的条次做整个把它。对，跟叶委员所讲的农地跟渔温，对我们修正通过哈，好不好？我们修正通过哈，好。等一下，刚刚有个问题哦，刚刚那个44条跟行政院的40条之一也重复哦，你刚刚看那个内容是一样哦，会要。这个部分就议事处要整理。对，是重复的内容哦。44条跟行政院的44条之一啊，相同的内容哦，所以那个内容不可以这样修。论条次啦，条次不是刚刚有讲那个44条那个谁那个刚刚陈委员那个、哦，部分是不是？对，修缮的部分我们在我们44条之一里面，我们来把那个陈委员那个。我们把那个修缮的部分加在本席的44条之一里面，加那个文字上去，好不好？那个陈委员哈，阿弟也得给他提掉，阿弟好不好？好，他有没有意见吧？对啊，对啊，44是，对啊，不一样的，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呢。44条变质，现在已经新旧都包括在里面了。没有啦，有，没有啦，德式上前面吧。你自己看，他44条不好意思，居民购物贷款之自用住宅，对对对，啊是，这再跟各委员报告一下，44条呢是在讲新贷款、重建贷款，啊陈立文委员是建议重建贷款也把修缮贷款加进来，所以这个是在44条的修正，然后刚刚曾委员提到的这个是旧贷款的处理。旧贷款处理，我们增列44之1跟44之2。好，谢谢。所以没有问题了哈。好，好，来，那现在就那个44条之，就是曾委员跟叶委员讲的44条之一，就是渔温跟农地，这个我们原则上增列条文，我们请议事处来处理，好不好？哈，然后再来，我们就44之2，好，来。是亲民党党团的住宅车辆，还有王定宇委员的，来那个请，还有叶怡金委员的，还有林进宪委员的，然后那叫个什么？还有本席的一部分哈，44条之2，来请那个金管局这边。金融机构，来金管局，请说明。来，哪一位要说明？是报告各位委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看一下那个黄昭顺委员的版本？这个是44条之2。44条之2呢，就是把金融机构对于灾区受灾民众于受灾前已经办理的各项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应缴款项的偿还期限得以展延，展延期间之利息免予计收，并由各级政府予以补贴，其补贴的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其他应遵行事项的办法，由金管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那前项本金展延期限其放管期限超过30年，不受银行法第38条的限制。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受灾区的民众以前的各项贷款呢，旧贷款包括信用卡，所以各项贷款呢就不限于自用住宅的贷款，所以它的范围呢，会比亲民党团这边所提的限于自用住宅跟车辆的这种担保借款会比较宽。好，会比较宽，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因为是44条黄昭顺委员版本，这个是比照莫拉克的，是比照莫拉克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用44条之2来处理？就是黄昭顺委员版本就比较完整了哈。是，好，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按照本席的版本通过。来，我们接下来，44条之3，有本席的条文，有叶怡君委员的条文，然后还有林进宪委员的条文。来，主席，对不起啊、哦。那个44条之2，因为这里整理哈、哦、是整理所谓一条文条次来整理哈、哦，那但是事实上在内容上完全不一样哈、哦。叶怡君委员所提的44条之2是指全民健保的部分哦，那这个我们刚才并没有讨论到。叶怡君委员有一部分就是全民健保的部分，我们请卫福部来说明好不好？报告委员，这个在44条之2前面就是有关保险费这一部分先除外哈，那其应自付的这个医疗费用部分负担及住院一般膳食费用这一部分由政府支应，这个概念，那经费可不可以是不限由中央地方预算这个范围，那么也得以民间捐款为裁员啊，这是第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比较能够保持弹性。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关保险费的部分，因为涉及到有包括叶委员有提到有44条之2、之3、之4，那有不同的保险，那不同的保险如果分别订定呢，这个也会有一些分歧。那当然以各保呢，原则上应该要以这个一致性的原则做考虑了啊。那因为保险费过去都是以量能负担啊，这个作为所谓的保险费的计较基础。哦、所以是不是这样子一体适用，全部由政府支应，这个委员考虑。能不能请你把修正的文字拿出来？好，那就是你们把修正的文字拿出来，包括说他的保险怎么能够有比较宽松的方式来处理，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征列一项嘛。好，我们等一下你先拿文字出来，我们征列第二目和第二项来处理 好不好？谢谢。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等他把文字拿出来哈，好不好？陈委员，这个他那个在讲健保这个部分呢、哦，我有点意见了哈。因为地方哦，地方政府哦，你讲像啦，发生这啊，你讲保险费、医疗费用，啊个一般膳食费用由地方政府来支应啊，恐怕地方政府的裁员，这个是会有一点状况啊，所以应该要明定说是由中央政府啦。那假如说要再加民间捐款，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处理这个保险费用、医疗费用这个部分了。我们请健保局，我知道，我们请健保局把它写的更清楚哈，或者更有弹性，民间捐款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啊，等那个健保局卫福部那边写出来之后，我们看过，我们再来决定我们的文字怎么做，安尼好唔好？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44条之，要跟那个给一个，看再顺一个条文啊。这个已经通过了，哎，我们再多一个项看怎么样？那我们再来是44条之3，来。那个等一下，那个我刚刚发现那个林进宪委员所提的44条之2的低收入户的部分，那刚才那个没有讲到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请卫福部的那个社会救助跟社公司王燕琴来，在哪里？好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啊。那有关这个条件呢，我们查过哈，这个莫拉克重建特别条例并没有这样的条文。那另外因为这一个条文是针对创业贷款的补贴，利息补贴，那这个不是我们卫福部的权责，这是属于劳动部或者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权责，所以应该请这两个单位来表示意见比较妥适。那基于照顾弱势，我们是乐观其成，谢谢。好，那个经济部跟劳动部有来吗？好，就是林俊委员这里创业贷款的哦，好，这个是
这是劳动力发展署的业务。你说明，就是那个第几页？27页。对对，27页。对，毛主席，因为这个管理双业贷款这一部分是我们本部劳动力发展署的业务，所以是不是我？因为我是劳动部保险司，我是来答复44条之4的关于劳工保险这一块，所以他们没有派人来，我不敢擅作主张。我昨下要叫来，我昨下要叫赖进步出来，所以我拄则叫赖进步答啊。赖进步甲送去迄个劳动部，跟送去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啦。外务部啦，外务部啦，外务部，外务部有来无？有啊，有关系啦。社会救助外务部的对啦。不要紧啦，你要从柜里带啦，你得管你。这个条文哈，我看等那个请那个你们党团去把林进宪委员找来吧，好看他有没有坚持啊？因为这个写的有一点点，起码内政部公也没急呢，啊，外务部公黄景，好，我们请林进宪委员来好不好？我们先讨论，叶宜津委员的44条之3，还有林进宪委员的44条之3，还有本席的，那不一样，对，不一样。叶宜津44之3、44之4啊，是农保、全国民年金还有劳保。对，他的44之4是劳保，44之3农保跟国民年金要不要一起来处理？一起处理啦。他的43跟44。就是叶宜津委员的44条之3跟44条之4，我们一起来处理好不好？对，那个主席，我一个建议哈，就是说现在这三个条例，就是说请我们相关单位去研拟嘛，哈，一个比较适合。那有一个部分，因为它这里有写到一定期间内啊，哈，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相关单位，到底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定义所谓的一定期间内？好，可能因为要现在要开始去拟定这个细节的话，可能这个部分要怎么认定，可能也要处理一下哈。哎，报告主席，报告主席，关于44条之4那个叶委员提到的这个，劳保这个部分呢，因为劳动部以往有这个莫拉克风灾的潜力可循，所以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处理，所以我们是尽表同意。你们没有问题，期间我们有定办法。好，但是当时对那一定期间条件啊，那一定期间是多久？这个有讲吗？办法，将来会定办法。然后另定办法，只一就有办法啦。我们将来会定办法，因为莫拉克风灾，我们就有定办法，所以这个将来也要依照这个，就是对，就法院就44条之4这边的法院定办法，因为他有讲说劳工保险被保险，所以比照莫拉克台风来处理就对了啦。资格、清领条件、职务期间的话，劳工定资嘛，就最后一项。哎啊，农委会呢？我们也可以定办法，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农保啊。还有一个呢，农保跟国民年金是内政部吗？好，请说明。也是上莫洛克台风是不是？好，我没有意见哈。一定期间也是另定办法之吗？好，都是嘛，一定期间。所以这几个都没有问题哈，我们就通过哈。然后那个条序文字，请他们再整理一下哈。然后还有一个是林进宪委员所提的。啊，外务部他们说没问题啊，他们不是在这里讲没问题吗？外务部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吧？好，就卫福部、内政部、农委会、劳动部嘛，都按照那个莫拉克台风的精神，你们把文字把它文字跟条序把它弄清楚，把它写出来，我们待会请那个议事处把它整理出来，好不好？请你们跟我们的议事处。把文字那些都中午你们留下来，把这些文字整个总整理好，不要漏掉哈。然后再来是林进宪的44条之3是公益大厦因毁损重建怎样等等等等的，对，有部分不同的，有部分的内政部跟财政部来，请主管机关说明。来，内政部跟财政部，营建署。
劳保，所以劳保七成雇主，啊，就刚是三成。你的工地大厦管理条例已经，哎，市长你有麦克风好不好？哎，阿伯，我记了。这个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哈已经有这个规定，就是说啊，有部分这个人哈，他不愿意的话，其实一公益大厦可以已经有强制的可以执行，所以原则上不必在这边哈，在啊这个在等于是重复规定了啊，基本上啊我们是有这样把握，因为本来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就有了，这规定的很清楚哈。哎，规定很清楚。那各位委员，我们不予争定，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叶宜津的44-5哈，啊，我记得的，记得不用了。这是44-3，跟他的44-5都是领那个救助金，好，可以免所得税。好，那本席的44-3跟叶宜津委员的44-5是同样精神的啦哈。各位委员，请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意见。44-3就是本席的44-3，叶宜津委员的第31页的44-5，救助金啦、慰问金啦、临时工作津贴啦、免科综合所得税啦，然后减免房屋税、地价税，符合一定标准的啦，就跟刚才讨论的一样啦哈。好，那啊。刚刚有念到说明，有加还没好，请说明。委员大家好，刚才就是有关的地价税、房屋税的部分。那我们刚才跟那个委员有就说明的部分有达到共识。那我们是不是在立法说明3的部分来加文字哦？就是为协助灾后重建工作于第二项地名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我们在后面加上如有受限制致无法正常使用者，那地方政府得适当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就是在说明里头加这个。那何委员的部分原先的提案就是同意44-3的修正动议来处理，用我的版本，然后把几个修正在说明栏的，对，就是把它写出来好不好？有，我这里有。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主席，不好意思，我对那个保险那个哈，那个受灾者与负担的比例，那个你像讲你写讲政府指引，政府指引，啊，这政府指引到底是对的，政府要讲我清楚啊。对，农保啦、劳保啦，那是前面刚才那一条嘛，对对对对，那个由政府指引嘛，对不对？保费由政府指引，对，那这个政府是谁啊？我们把它弄清楚一下好不好？先稍微把这各类保险的来，请那个说明政府的一个定义，把它你们看这个政府的这几个字，你拿麦克风，好，谢谢。拿麦克风说明哈。有关那个农保的部分，之前是那个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哈，是用政府的那个第二预备金。第二预备金，对，来支应的。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写第二预备金？不要吧，不用。不要写第二，那个陈委员，我们不要写第二预备金，可能会比较有弹性可以处理。我怕要叫地方买单啦，中央政府啊。你就我们就把中央政府四个字写上去啊，好不好？好，我们把农保没，劳保没有问题，劳保本来就是自劳资那个总政府，所以没有地方，没有地方问题了。因为18，那个，对，不是三峡，对啊，就是政府补助，都政府补助，啊，就是中央政府以前是用那个第二预备金，全部用这个补助。现在中央政府的话，对，都可以。那个农保嘞，好，那个林委员要补充44-2。来，请用麦克风哈。2、3、4。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那44-2，本席提出就是对于我们灾区低收入户啦，就低收入户他目前没有申请其他的融资补助，就是政府已经目前他还没有申请过优惠的融资补助。那我们对于低收入户的灾民，
应该给予鼓励哈，让他呢有机会申请创业融资贷款。那这条其实是完全比照921啦，921的特别条例里面也有这一条，只是当时921制定是100万，不过我想已经二十几年前了啦。哦，我想就是应该，我们应该以如果以现在的物价的话，应该稍微调高。好，这个是比照921的特别条例里面的。哎，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那部长，那个卫福部哈，来卫福部，哎，卫福部的代表在哪里？好。主席还有跟各位委员报告，那的确这个在921重建特别条例里面的确有这样的条款，不过当时并没有灾防法，那现在灾防法它是按照不同的灾害类别有不同的问题事业主管机关，而且现在的立法方式也都是依照它的权责，那因为创业贷款的确是属于劳动部跟经济部的权责，不是我们社会救助的权责，那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有关这个条文是不是征询我们主管机关劳动部或者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他们的意见。没有，那921当时候是那个执掌是谁？921那时候的条文当时是因为有社会司，那社会司因为那时候当时的立法方式并不是照就是说所有的全部都是由市政单位，那可是像后来的租金补贴也是由营建署来负责，那所以其实有关创业贷款的部分是属于劳动部门的。那个劳动部大家有一点点劳动部有问题吗？这个贷款创业贷款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创业贷款这个业务是发展地发展署的主席，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刚才在跟业务单位劝针对这个利息可以补贴部分，因为我们劳动部是负责其中一项是那个微型创业的那个贷款啊，关于这段期间的利息是否可以补贴，我们这跟业务单位劝，等一下再跟委员报告。150万没有问题吗？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等个十分钟？好，你等一下。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没有在法律条文里面写进去的话，我们本来就有，是不是？委员不好意思，我再确认一下。好，你确认一下哈。我们只是负责其中一个微型。